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带来2020年华为手机杯中国男子围棋甲级联赛的收官之战，也是冠亚军之争。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也是收官之战迎来了第二回合的比赛，就冠亚军之争。昨天是第一回合，这个季后赛的规则是每一支队伍是要交锋两次对，啊，一共分为两个回合。双循环对，那在昨天当中呢，两支队伍是战成了2-2啊，打成一个平手。两支队伍分别是江西和山东队。对，这是争夺冠亚军的一支队，两是，支队伍啊，对。那按照规则呢，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是不设主将的，在第二回合当中呢设主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是打成平手的话，那么看主是将，主将那一方获胜，对，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对，冠亚军之争，是，鏖战了那么多天的这个围甲，是，这次围甲也比较特殊，对，是连续作战18天。从头下到尾，是，一气呵成，就是下完，对，不像过去啊分战，贯穿全年，而这次呢就一次下完，是，我估计都很疲惫。但是这是，个今天呢是最后一盘出结果，那我们在讲题之前呢，先看一下前方给我们传来的两位主将的赛前采访。好昨的。天发布会的时候，那个有记者问我这个。怎么感觉这个我下的不累啊？其实后来我就说，我其实是挺累的。这个连续十几天，到今天为止下了12盘吧，这个其实非常累。但是我也是那个，我说的就是，我觉得上学吧，那个对，开发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思维吧，然后这个提升一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然后那个清华大学确实也是对体育也比较重视。我觉得在学校里面，身体锻炼可能也是确实是得到加强，也这个成绩提升可能也是有一部分作用吧，是这样。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说是挺有道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我觉得作为棋手的话，本身圈子比较小，就是围棋圈，然后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多学一些知识，尤其从书本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在棋盘上没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也让自己的这个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可能有时候比赛的时候，各方面的境界会比之前有所提高。顾子豪，我觉得就是这个力量特别大，尤其是这个计算力和这个局部这个爆发力吧。然后这个感觉一直特别稳定，是一个挺难下的对手。我觉得他也是那个。就是本身也是算是力量型棋手吧，然后我觉得他最近状态也非常好，就感觉他最近感觉怎么下都能赢，虽然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危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现在非常厉害，至少这一站表现到这个水平呢，其实都具备这一个特都得至少得具备这个良好心态吧，才能取得这个成绩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最后看这个临门一脚吧，看谁能顶得住。其实大家都很接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个人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我自我评价的话。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遇到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刻，这种大胜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就是心理方面总是能够顶住。反正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盘了吧，也。我觉得没什么好多想，那个尽全力去下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根据成都这一站的比赛，就是这一站的这十几盘比赛来看，其实对手的实力是非常均衡，就是山东队实力非常强，非常均衡。就是说从成都站的比赛来看，他们发挥总体来说比我们要好。不过明天既然已经进入最后一轮，也是，这一轮2-2等于就是完全是那个。大家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所以说我们还是那个能够拼一拼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虽然前面就是整体比较低迷吧，然后，但是后面我们的势头也还不错，这几场，
觉得明天应该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好，刚才是采访两位对局者是吧？这今天棋很关键，冠亚军之争，下了那么多天的棋局啊，最后的总是有要一个结果。今天呢，他们两个是冠亚军之争的一种棋啊，非常关键。我们讲的这一盘棋呢，又是一个主将，辜子豪和这个姜维杰。是，行，我们就来看这盘棋吧。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是两位对局者。哦，这辜子豪，辜子豪，辜子豪，现在的中国排名第二名了，就等级分。非常有希望，现在中国希望之星啊，看着很瘦小，但是现在棋很厉害。是。这两位，这是许家阳，也都是希望之星，这也很年轻。对。这都是现在这几个出现镜头的，都是现在以后的，有希望的，争取跟柯洁要能够 PK 一下。对，今天的两支队伍呢，整体的实力也都非常强劲。山东队有三位世界冠军坐镇，还有一位外援棋手志野虎丸，就是日本外援。日本外援。但是这个辜子豪的江西队。辜子豪，对。江西队呢是由辜子豪，这个卞相一，韩国外援卞相一，还有杨凯文、许家阳，这几个都是年轻，比较年轻的，挺好的，也都很厉害，江西队这个是现在我觉得是比较有希望啊，江西队这几个队伍都很年轻，有望的。在常规赛比赛当中，这个山东队和江西队他们排名是第三、第四。然后在季后赛当中呢，发挥很神勇，把排名第一、第二的给踢掉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冠亚军之争的两支队伍。对，后来居上是吧？是，只是古灵毅，成都队的古灵毅。对。原来是很年轻，现在也渐渐变大了。看起来很老成啊。这个岁月是不饶人的。对，成都队的话，今天也是争夺三四名的一个名次。这李钦成，这个是个年龄还很小，这个也是非常有希望，他会计很厉害，拿过这个亚洲冠军的。这很厉害。这些都是新一代，这个连校。连校呢，这个这对手是谁？这个廖元赫，廖元赫年轻。连校呢，已经不能虽然年轻，但是也不能很年轻了，也要抓紧的。连校也可以称之为老将了，是吗？刘老，这个现在很快很快，这00后都开崛起了。是。好，我们来，是不是进入棋局？姜维杰，执黑对辜子豪，这是他们的今天是两支冠亚军队伍的主将，是吧？对，好，这盘棋的胜负也很关键，很关键啊。看决定这个两支队伍的冠亚军的归属。是，好，这辜子豪二连星，姜维杰对星小木，这是有点最近叫做什么 AI 的丁是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一种布局。点三三，这有套路了啊，这个都不用太多讲了，这个有点多了，这个下的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在这里顶了白，对是这样，非常比较常见吧。以前是单拖的扳的话，有一个这个定式，冲了断哈。对。现在呢就先顶再扳的就就不用，对，不是，就没有杜绝那个定式了。现在呢？现在好像局面这个越来越简化了。简化了。以前的这些复杂变化，像小米飞刀啊，出现的也没有那么多了，是吧？对吧？现在有新的定式变化。新的布局都有套路的，现在也是很有意思。更新迭代也很快。点角形状出现了很多。是。这个像爬三个
让白棋爬三个以后啊，主要是有一个脚上有一个后续的变化啊、哦，有个手段。哎，对、嗯，我们来看后面啊。好，然后黑棋接下来是挂角。挂角，对，挂角。挂角。哎，然后呢，白棋在。白棋是这个夹击。夹击。嗯。好。黑棋是在这个地方。反夹。反夹。嗯。嗯，对。这个位置啊。好像是有的，是在这个位置的，他们多次是下在这个位置、也是这个定式之后流行的后续的定型、是吗？对，走了这个他反夹，然后再断打，嗯，让黑棋是长，嗯，对，要爬一个，嗯，长了，对，这是一个作战了，是吧？作战。就后面这个变化，后面的变化，这个是有研究的，最关键的是什么？黑棋是要搬了断，要断这个，断在这里，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个后续手段，如果你吃掉，好，这个他把那个打了，这边就大概是这样，包一圈，哎，对对对，打一圈，哎，大概就成为这样。然后要把这两个子拐死，哎、对对对 对, 对、这个还要补一个，不补的话，这里有个跳，是吧？里边还有动出的手段，哎、对对，大概是补在什么地方啊？大概是这样，这样虽然说也是一盘棋，哎，但是呢，这可能是白棋还觉得不肯，他实战啊，实战，当断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断。他是吃的这个，就是这么下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对，他这个本局啊，这个是打是最常见的，他没有走，他是先走了一个这个，先走这个，先尖冲出来，像是这个要进行弃子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你要走别的地方啊，哎，他这个地方有封住。或者是，哎，这样封住，是吧？哎，这个你要走这个，它有可能冲下来，冲断，是吧？所以它走在这里呢，白棋总是要走这个，然后呢，它来一个这个打。哦，这边先交换了一下，再打这个。再打这个，对。刘老师，他的意图是什么？有，我看像是要弃子的感觉，像是要弃子。我们摆摆看，他白棋如果是、如果就这两个不交换，嗯，他有可能他是不是怕这个？我怀疑这个。退出去。这样黑棋这三个子已经跑不出去了。对，他打吃粘上，难道是这样吗？哎，对，拐住，对，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两个如果交换，当然是便宜了。如果交换一下，再这样就便宜了。是。哎，嗯。啊，是，这样你要是再打的话，他就防止他打断。嗯。啊，这两个交换了，那就等于是你这两个交换一下，黑棋明显便宜。但是这个棋有点让这个要我也没研究过这个棋啊，比较复杂了。我们看实战啊，好，他现在呢就不是打断了，他是提，如果立呢，他在这儿打这个结，打这个结，对，有一个做结，哎，做结，所以他是提的，然后再打这个，那要提结，白棋要提结，哎，然后呢，他往下冲这个。这个呢，就是黑棋就寻求弃子，弃子，白棋挡住，挡在这里是吧？再提，黑棋提劫，对，这个白棋这个时候呢就有点为难，他不知道这个什么，你要粘一个还是不？他不舒服，粘完之后这里。他虎了之后，这个有个点。刘老师说粘这个，粘这个可能是，
哎，对，一般来说不太情愿。哎，这个可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这一段他能受得了吗？这样，是打着这个随时这个地方有点，对。所以呢，白棋啊，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劫的问题，他是走的什么？他是靠的，靠的这个，对，靠的。我是很想走这个，但是呢，被他一提劫，我就没有主意了，不知道该走什么。感觉从局部或者全盘来说，没有特别合适的劫财。那就不好办是吧？这个劫就全局没有再有一个劫，哎，没有适当的劫财可走。是这个比较复杂，很想走在这里。这个没有这个劫财的话，那能把脚弃掉吗？怎么说呢？就比如说爬出去，啊、然后黑棋提的话，白就搬起来，把这个三个提了。啊，那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可以就退一个，不可以哈，吃太大了，太大了，不能接受。对，好像是不可以的。这个有点太大。那怎么办呢？现在他实战呢，他不是走的这个，找这个劫。对，这个劫我觉得，对，这样的，这样呢，你提的话，他就不一样，对吧？这个黑棋实战提的是这里。不，黑棋是拐的。哦。拐的这个。对，拐，对，先拐了一下。拐的这个，那黑棋没有先提的原因是什么呢？先提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要这样。然后黑棋提，粘上，然后再拐，大概是这样。那跟实战最终形成的差不多，然后再拐这个，可能下法不一样，下法也许这个时候白棋就连扳了。有可能。这样黑棋就先把这个味道都卖掉了。对，可能是这样。嗯，这样的话我觉得，哎，白棋搬在这里呢，这个黑棋反而不好搬。他实战，我们看实战。这个地方脚上有点复杂。实战拐的时候白棋是退一个还是走的这个。然后黑棋是再提。对。那像刘老刚才所说，这个相当于拐到了一下，如果之后再走的话，就拐不着了。对，甚至说这个时候连扳，我不知道行不行啊？这个棋，这个时候连扳，那黑棋，黑棋提再扳这个，这个可能因为铺这个的话，它提在这里，劫财的问题。劫财，打这个劫财，这有点复杂了，是有点复杂，可能要涉及到一个转换了。这个有点复杂了，因为你如果这样，那他提这个走这个，再提这个走这个，再提这个，再打这个，那把这个吃了，那这样黑子还行。这样你打这个把这提了，好呢，这个所以呢他可能还不敢连扳，所以他要退这个。实战啊，我们看实战，这个劫他刮长了，这个黑棋一提，黑棋提这个时候他扳的这个，现在铺不行了，现在铺呢他提呢他什么劫都不应了，没有适当的劫财，不管你压或者断他都会提这个。这个啊就没有那么严厉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敢扑了。实战，我们看实战，实战他是提了这个，对，然后白棋粘上，就这么定型了，然后再把这个压住，这就是实战下成这个样子呢，就是从结果上看，白棋把这三个抠住，脚上损失，但是呢白棋占便宜了，白棋不亏。因为他全局啊他还是可以，你只是在这三个地方压了一个后势，因为白棋这后势没什么作用，他后白棋这个形状还是可以。白棋选择了什么？选择了一个这个漏一个。
是吧？漏，对，漏一个。这个漏一个可能不太没有想着啊，这个漏一个，他也反正说我在这儿破空呢，这个也是一招棋，你走这个呢我就跟着爬没关系，是吧？哎，就这样，就一方面破空，一方面兼顾这几个子的活棋，对啊，效率会更高一点。嗯，哎，那么他是走的这个黑棋是断，断在这里。嗯，然后他打，但是断了打一个呢，你如果粘上被他虎一个呢，你要接呢他能这么出来，你顶呢大概虎着他落一个先手，如果只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被白棋活了，白棋比如说再走别的，这样是白棋是满意的，是他先活了一块，对，是吧？这是白棋很高兴，这先手活他就满意了。所以你要黑棋只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手段的话，他觉得并不舒服。实战他走的这个尖，嗯，他把这个提了，嗯，他把这个挡住，把这个算是吃住这个，但是被他先手连回来。这个结果呢是白棋落得先手之后呢，他脱先走别的地方，总的来说是白棋便宜了。嗯，因为这个地方他还有点别的味道啊，哎，这个地方吃是吃着了，但是呢他有一些利用，他实战走的这个，对，嗯，这就是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呢总的来说是白棋便宜了。嗯嗯，这个变化很复杂，需要再继续研究，现在都有 AI 了，我估计他们回去又再继续深刻研究了。 嗯， 嗯，好，我们看再看实战这个地方。嗯，它是加工，对，这个就比较那个什么了，白棋只要在这个地方啊要动出来，怎么样能够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利用就好。嗯，现在他实战的走的这个，嗯，实战走的这个，别的呢，因为他别的以前都是说是有走这个是吧？嗯。走这个比较流行的，比较走下法，走这个，但是目前他会走这个。你要是你走什么走这个呢，他会退回来。哎，走这个他打断。目前来说，黑棋啊，可能现在这么作战他不怕。是。哎，嗯，不怕，所以呢，白棋没有选择这样走法。对。白棋选择的是上面飞。对。这步飞看起来是漏了一个破绽给对方，就有一个冲断。冲断，哎，如果你冲断，那我是还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呢？他在这靠一个，哦，靠在这里呢，他中间好腾挪，嗯嗯，并不是很可怕。嗯，白棋很欢迎黑棋来冲断。哎，对对对，他并不怕这个，嗯，冲断倒不怕。是，哎，这样呢，白棋希望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棋。他看看，他走什么？他走的这个吧。他先贴了一下，先贴一下，嗯，啊，这边先贴，贴，然后再飞点，啊，飞点啊啊！实战这么下的啊。是。这个棋呢，如果再贴，就成这个空，会不会满意？嗯，是否有些不满意嘛？这个当然是你要是下的凶一点，还有打入呢，是吧？也有走这个的，是吧？嗯，这样觉得白棋的整个形势啊，你要是吃这个满不满意？嗯，也是一个选择啊。要是觉得形势好的话，就可以这么下。但是黑棋看来是不太满意，他希望是走什么呢？希望走这个，你走这个，或者是再贴。啊，就是通过攻击对方，对，嗯，顺势把攻击围起来，把你走中。嗯，这样呢，就是黑棋。以这种形式来进攻，这个拽着你一块棋往外走，嗯，他希望走成这样，嗯。那么实战，实战白棋自然没有如黑棋所愿，走这个啊，嗯，拐完之后搬下来了。如果搬，他会搬这个，搬这个，嗯，搬这个呢，这个脚上的味道不好，是，是不是？对，哎，这黑棋，如果是。搬这个，对，这里面的味道，首先我往这一走，你就有点，是不是就是看着就有点晕。这里面就味道不好，是，各种的利用都有，都是断点，都是断点。说的最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说我稳当走这个好、嗯、我还这样这样这样哎这样这样是不是也是让你不舒服嗯是吧这个是这你要是从这边打、这个、我这边从这边也给你打穿了可能不好，黑棋不好，这样黑棋不好。嗯、对，而且将脚上还有活棋，是不能这样下。嗯，所以这个形状，他说不能借力，不能这样，他是走的这个。嗯，嗯走的这个，走这个。然后白棋是靠白棋，反而倒要借力，想走这个。嗯，他是借力。黑棋是顶。哎，那刘老啊、嗯，这个棋结局来看的话，哎、对。嗯，感觉这黑棋飞跟搬好像结果差不多。这差不多了啊，哦、对，等于是你退了，嗯、走这个还是白下的好。这个棋呢，嗯，下到这个时候，他实战是走的这个了，冲了，哎，如果你搬，嗯，是不是啊？嗯，搬，我总觉得这个棋感觉上是有。有东西的是让黑棋很不舒服。嗯，那退一个明显被便宜了，搬住呢？如果搬一个呢？对，这个地方、本来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棋的，我怎么觉得这样就算搬这个，是不是也是让你不舒服？先搬一下。嗯嗯，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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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这个地方可能有它，嗯。这倒是啊，嗯，对，是不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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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是。这样。嗯，感觉黑棋的棋形气有点紧。有点紧哈。嗯。这个还不断不了，这就吃，形状不太舒服，是吧？好，看这围这个空啊，他就是白棋借力，哎，在里面走，他把这他冲断了，嗯，冲断就是看这一块棋，白棋搬，也是一个形状，是吧？这要顶，对，这要顶，实战这样啊，然后黑棋白棋二六虎，虎一个，嗯，啊。这个虎一个，反正你这个断不了，我这里争子有力是吧？你大概只能点我，嗯，他这一块棋呢，这一般他有个眼位比较丰富，他反正我觉得在里面呢，我只要活着，但是这下面就是看来是想弃掉，但是还有很多味道，这个地方味道也不好，嗯，白棋在这儿打穿一块，把这个打穿，这个放弃，然后呢拽出一块，应该是白棋还是好下。嗯，好像白棋呢，因为前面呢这个地方，都算打散了。你黑棋啊，就实控啊，只是有一方的话，这个总觉得还是有点儿，这个下比较拘，就是说控不够的感觉。是，嗯，他实战黑棋对，先飞了一下，飞一个，只能粘上吧。嗯嗯，然后长，长的。感觉黑棋始终是，其实这里面差欠了一手棋，嗯，但黑棋始终是想牵制白棋，对，顺势把自己的空给围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棋，白棋就跟着跑呗，他是把这个先走了之后呢，他这个味道啊，对，断，这里面的味道，他虽然是死了，有可能死，但是呢，里面有很多的后续的。味道不好。嗯，哎、先出头。这个我也是叫这样的棋形，我也喜欢下白棋。为什么呢？它这个我就一块孤棋，但是呢，你的黑棋呢的攻不出效果，我就可以。嗯，它是跳一个，实战就这么下，是吧？让黑棋是跳方。跳方，对。这个地方啊，你不管是点哪个，好像都有点味道。不说走这个，大概就点一个，就是总感觉是味道不太好，是吧？这又打断，
这里一个脚上空荡荡的，以后要特别加小心。嗯。好，他是走的这个，煎一个。嗯，他是想呢，你如果走这个地方不说啊，他说单走这个，他可能还有所担心这一类的棋。这一类的棋，担心，是吧？以后有这样的棋，比如说我先走了这个，下一步我这一拖一加是有棋的。嗯，所以呢，他这个棋啊，为了不留后患，他就先卖一个这个，挤上去，对，挤上去，实际上就觉得有点俗，但是呢，也不得已，怕你这个棋粘上，跳一个，对。实战就这么下的啊，跳一个，白棋，现在呢，他这一块棋啊，你看他已经出来了，应该说危险性就比较小了。嗯，如果你正常走一个或者走哪儿也是可行的。嗯，但是呢，他是走的这个。对，先把这个虎上了。虎上。这个虎可不单是就这两个子啊，感觉对这个黑棋是不是以后还有点想法？是虎是什么意思啊？他像这个地方，我就最简单的这几是有那个什么，还有搬出来，是吧？嗯，这个地方的味道不太好。是。他不单是自己就两颗子，他主要还想瞄着你。对。瞄着你，也有走这个的，也有走这个的，也有走这个的。他选择是虎一个。嗯，那么黑棋尖走这个是吧？嗯，这个棋呢，我眼位就说我能保证，比如说你要不走，我这个粘就先手了。你比如说我一挤，你大概只能退。你如果挡了，你走这个，我还有个断。嗯，冲了这个吃断是吧？是。你只能走这个，走这个呢，先不说上面有味道啊，我就粘一个，走一个，这个就有铁就活了。我后面有活棋，所以呢，这个很大，底下都活了。哎，对对对，现在呢，他实战就走成这样。嗯，那么，黑棋接下来冲了一个，冲一个，还是不想给他留活路，把他眼位给破了。如果老实一点，其实你补这个他又不肯，补这个不肯，我这个给你留着至少先手一个眼，对吧？白棋有个先手眼，嗯，那就外面他就更放松了。是。他实战走的这个，白棋也是考验一下黑棋怎么应了。哎，你是给我眼吗？还是走什么？他因为走这个呢，然后白棋更狠，他留着那个什么，他是冲一个，刺这个，这个太狠了。嗯，他不单是要跑这个，关键是要抓住你的弱点。嗯，你说，假如你说我能不能来硬的走这个？好。那他走这个，那黑棋只有断吧？只有断啊，只有断。好像他就虎一个即可，虎一个好像就能回家。嗯，虎一个就行。嗯、虎一个。嗯，黑棋最强的是不是只能哎，只能走这个？对，拱在这儿。哎，走在这儿。假如你走这个是吧？我这一扳，你好像也不可阻挡。嗯，然后打吃。对，我就。粘上，然后这个就打出来，扔掉了是吧？啊，扔掉了，但是它有这个冲啊、哦，还有个反冲。对，嗯，这个哎呦，扔掉了，我也不知道这行不行。他可以让我一个，嗯，让一个。但是呢，这个棋啊，虽然是说你有这个，嗯，对，嗯，我可以跑一下。先跑，嗯，跑的话，黑棋，你走哪个好像都不太好办，争吃，嗯，你是不是还得再跑一个？再跑一个是吧？再跑一个，哎呦，这个有点多，再送一个，啊，然后这个断一个，这儿打了一长，这一扑就死了，对不对？嗯，你可能把这个提了或者长一个，但是这个一吃，大尾巴掉了，这个都没了，对。这个黑棋也不可取吧？这个都死了也不行。是，虽然这是送了三个，但是将来各种还有先手、嗯、有引征，好像也不行。这所死太多了，嗯、是吧？是，还是白的吃的大。白吃的大，
好像是黑棋不能硬来。嗯嗯，那你说，所以呢，你要这么加一个，我搬完虎一个，你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嗯，应该不好办，是吧？这四个子如果弃掉的话，有点大，比如说弃怎么弃呢？粘上，粘上。嗯，哎，先把这个弃掉，大尾巴先粘上。哎，然后攻击这块棋子。哦，那这块棋死是不会有问题。是。嗯，他实战，我们看实战，他可能这个硬杀还来不及。他实战走什么呢？嗯，他不敢硬杀，硬杀搬了虎不行，那都粘上。对，粘上是吧？嗯嗯，然后呢？搬这个够狠的。嗯，他都就是忍耐，忍耐、嗯、啊，有点难受。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再走这个，是吧？是。那看来黑棋还是觉得这几个子有一点大。还是要把它给它拉出来，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那要这样的话，刚才你说那个干脆弃掉算了。嗯，现在总之来说，这个黑被白棋这个给它拱了，它很难过。嗯，他不，他现在在这儿来一个借力。嗯，实战他是走的这边。是先靠了一下。靠一个，对，这个先放一放。嗯，放一放。现在都来不及，虽然说我这个呢有可能把我这个三颗吃掉，但是这个现在不能不硬啊、嗯、这被搬受不了，所以他搬这个实战就这么下的、嗯、如果吃那可能会这样。好，反感。嗯，可能这样是吧、嗯、他粘上他觉得被他打的饼啊不舒服。是，嗯，好。对，郭子豪这个棋下的招招都很狠。郭子豪现在我们这个新的新星啊，属于、嗯、新生力量，看着很弱小，但是这个棋下的也比较是给力，很有爆发力。对，你看他这下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是，嗯，每一手觉得感觉让黑棋很难过，很难受。你像这个姜维杰也是一线，我们一线棋手啊，嗯，但跟郭子豪这个下，你看被郭子豪追的也有点难受。是，嗯，他走了这个之后啊，你看这个地方都放着还不走，是吧？其实味道很差，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这个味道都不知道是怎么硬法，我都不知道要点进来。这个地方像似有点棋、嗯、但是目前它放着先不用走，可能还来不及，因为中间很急，飞一个冲，黑棋是冲，对，如果冲断的话他还得回粘，然后打了反正他怕影响中间吗？他是实战他走什么呢？实战是单粘回来，他就希望你再粘回去算了，粘回去他给了、嗯，也就可能是比如说他转到别的地方了。是，嗯，那这点一下便宜，也比这个好，比这个好、哦、他如果你单粘他这个好，这个黑的形状好，是你肯点一下让你连回去白棋，这样的话会比刚才好。对，这样的话黑棋尖着这样生动一些，嗯，多刺一个是有好处，这样比较厚重。对，遇到这样的形状都是先点再粘，让你粘回去是最好的。 嗯，这是一个常见型。那么实战他是走什么？他是粘了吗？粘了。黑棋啊他也不肯粘、嗯、他是走的这个。跳了一个。跳一个。嗯。这个地方大家啊他终于动手这面了，他是点的这个。点这个。这儿有打断呢。嗯。是吧？实战。点黑棋粘的这里。粘这个。粘在这里、这个、嗯，粘在这个，这个形状黑棋像似很难过，这里面应该是有棋感觉。我感觉上你比如说不管走哪个都是觉得这里面是有点棋的。嗯嗯，只是现在目前来说这里面不比较复杂啊，他现在还没有继续往前走，他居然是走了这个。嗯，为什么？为什么？
他是怕，我看啊，是怕，是不是怕这样？这总要粘，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哦，怕黑芝麻结吗？不明白。嗯，这样，怕这个，是，打这个结，嗯。这个结要紧吗？他或者说我就粘上，你粘上，是不是觉得这个形状好看一点，还是怎么样？这个结他担心的这样。而龚子豪他直接在这个地方双一个，补厚一点。他担心，他也许啊，也许你粘上的话，他可能比如说这样，他就比较那个什么了，或者说他放心了，他有可能冲断你，也有可能是这样吧。反正双一个龚子豪下得很稳当。然后黑棋，嗯。走的是跳这个位跳这置，个对，嗯，然后这个地方很有学问，走在这里，这个棋呢，走在这里，它再尖一个，这里面就这个角上的变化，嗯，需要高深的这个计算，计算。高深的计算。我说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实战黑棋实战是接的对，粘上对。啊，如果你挡一个，也许他走这个，你走这个，他走这个，是这样吧？这样呢，就他在这个地方想办法求活，而这个地方还没有活。他可能是想这样，所以呢，他是要靠的，加一个，这个没有，粘上，粘上，这个又放着不走了，是，走两下又不走了，再看，再继续算，现在你如果度过，如果度过的话，他会走什么？飞一个。让飞一人个不吧。解，让人不解。如果是跳的话，这个棋形有一些问题，有冲断。对，冲断。两边都有冲，有两边都有断。这个能行吗？这个像是黑棋不行这个应该黑的不行，吧？啊，不不行，成啊，那大概还是飞一个吧。飞一个，这个棋有点复杂了。是，那我走这个呢？不明白。这个推一下。棋我怎么觉得这样有棋还是没有棋？还立下去了，立下去啊，到底有棋还是没有棋？不知道，要吗？比较复杂。这个特别的一个那个，现在呢，他又放一放，先不走了啊，白棋也不走了。看似如果有棋，黑棋当然是不行了。那黑棋憋着这个，一定要全吃它。现在白棋呢，因为外面也急，暂时不走也可以，因为现在白棋的形势好，白棋的形势，它尖一个，这个地方都有断，怎么办？怎么办？顶了一下，顶了一下，好，它这个断呢，暂时不要去断了，因为现在啊用不着，它走了一个什么呢？它走了一个这个，这个也很高啊。形状也很高，也很高。这个棋呢，因为这块棋可不能马虎，这块棋没活，他为了往外连，这步棋倒是好棋。如果你要让黑棋往这个地方走呢，这块棋就忙着走了。现在你走在这里呢，它这个棋呢就照应了这个。关键呢，下一步还有一个点次是好点。你要只要分段我分不了，就它就可以。看起来从衔接上觉得白棋漏洞百出啊，但是黑棋一旦开始这个冲击白棋的话，好像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点。好像是可以，是吧？因为白棋好像这个周围各种都是先手。对，有各种的先手味道啊，那么。实因为这战个黑实战，棋没动暂时他暂这个时没破不动，了啊，你暂时是没有办法，你走这个有可能他就走这个了，
嗯，暂时是不怕，暂时是不怕。如果是接着长，长它就粘，冲它就顺着走。哦，这个地方还有断是吧？是，哎，这冲下去，这样是白棋希望的。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暂时是不怕。对，如果你挖它这个短大了，冲到这么一路出来也不行，是吧？嗯，哎。所以暂时它这个位置是不错，只要你暂时是没有反击的手段呢，它就这个是位好位置。那么现在黑棋怎么办？黑棋这边补了一个，挖了一个，熬不住了。他说这个刚才没看清楚，这个地方的确，我们就这么走一走啊，这感觉好像是能吃着吗？这个棋真的是不知。嗯，不知道，得需要大量的时间来验算一下。哎，对了，这个棋啊，有点问题，好像。嗯嗯，你说立的话是吧？他这个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点搞不清楚，这个收气的问题啊，看不清楚了。嗯，那么我们看。没有走，对，都放着不走，留着先在外面走一圈，然后这边走边算着。然后呢，黑棋熬不住补了一个，补了一个当然安全的很多。你要度过呢，它是跳在这里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嗯，和刚多了一手棋了。是，好，这个就且坐着，它这块棋没活了，死就算是死掉了啊，走这个吧。顾子豪他认为，我只要能走两手，全局是我的主动。哎，他这个算法也不错，全局我主动，这就他的形势判断了。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的确是这样。他走了这个之后，他把这个定了形之后啊，嗯，总的来说，黑棋、白棋的形状啊，你看都比较好。你就这一块棋一块空，而白棋呢，他的所有的他全盘的空，他抵你这个，那应该说白棋还是有利。嗯，况且你这块你也没好。我就算在这儿尖一尖，你黄薇连这块棋也没还没好，还被他有进攻的嫌疑。嗯，白棋这一代的潜力，未来的发展非常可观。现在呢，黑棋是走的这个，如果你走这个，很想走这个了，是吧？哦，他大概会断。确实觉得实战定一个有点不太肯。哎，对、嗯，断一个，哎，对，可能是这样。大概只能如果你吃的他被吃的这个地方形状不对，你比如说你走这个，他走这个。这个形状味道那这个打吃哦，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哦，对，这样黑棋要麻烦穿下去了。哎，对，嗯，那这黑的不能接受这样。对大概还是只能退一个，只能退呢。他就比如说他在这儿，所以求活了之类的。嗯，哎，在这个地方他求我断一个退一个呢，是把这个保住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它脚上还是活棋，还是活的。嗯，哎，就算是走这个，它也是中脚上没问题。但是它补这个也是很老实的，被白棋飞在这里，好像白棋这样呢，它就比较轻松了。是，嗯，这是实战这么下的。嗯，拐出去。如果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拼一下可以？嗯，因为从这个局势来看的话，感觉是白棋是占了上风嘛。嗯，啊，如果黑棋想拼一下的话，那就如果拼这个，是不是他的还是希望这个？是。那么他是不是还有这个担心呢？我不知道，哦，这个担心还有一个家。你要断他退一个呢，倒还好。他是不是还有想害怕这个呢？这个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嗯，这个家的话，黑棋首先不能挡。挡这一吃。哦，这个要出大事情了。这个麻烦。这已经挡不住了，那只能粘上面。对，那他这个。然后黑棋这个子儿得拉回来先。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倒是还行吧。嗯。是吧？他这个脚比刚才那个还好点，白棋是吧？嗯，这个活得更舒服一点。对，他也许担心这个。担心这个位置啊，嗯，所以他是非常老实，走在这里是被白棋飞在这个好点，然后他再拐出来，白棋再往前走，
作为白方来说，下的是很顺畅。白棋的顺畅。嗯。然后黑棋是跳的这个啊，白跳的这个。跳这个，也可以走这个，这个也是一个下法，啊，他走到这里。嗯，然后黑棋是拐。拐一个。白棋跳。他不，他是这个。白棋飞。哎呦，还斜飞一个。是不是对底下的控制的更好一点？这个他就是下，我不明白。这个有点歪啊。这个歪，但是大致的形状可能好。这个联络的可能形状好看一点，也有可能。这个稍微离他远一点，但是总之他是瞄着这个段，这个段呢，相似是也不可缺的。这个总是一步棋。这个很大的，这个相似也好，走的是这步，走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有个断打了哇，你要断的话，它能打断，相应的就补这个断，好，白棋再跳这个，煎一个，它就退。这要是什么棋都没有的话，这样走啊，给他空多了，就是白棋这个空还是很舒坦的，然后这个脱先，点三三，脱先点三三，就这个地方暂时顾不上了，是吗？暂时断不了，你要断的话，他会这个，好，白棋这棋不能粘，粘有一个挖，对，这个暂时是断不了，暂时是断不了的。点三三，但是这个棋呢，你如果走个狠，走这个，也是有断。对，不知道黑棋。但是这个不要随便走，因为走完了之后啊，这自身的也毛病很多。这里跨断，你要硬断的话，这个地方，你要有胆量，也要需要胆量。暂时先不动吧。是。点三三是。这个棋呢，如果点这面，也不行。也是很大的，是吧？那比如说这样，后面我就，这个也是很大的。但是呢，现在来不及，两边都很大。然后白棋是挡的这边，爬一个。然后白棋是飞一个。飞这个。对。好，这样的棋呢，就是点完三三。中间如果都让成给白棋的话，比如说顶一个挡一个，走这个之后，像这样的棋，刚才那一步这个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比如说这一类的。哦，这样如果把这个子割下来，那这里很大，就要小心了，要小心了，走什么？这个黑棋。是不是还煎这个呢？煎这个，他真是有可能给你来这个，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是，因为他这个都有那个厚了，那都已经厚了，他有可能给你来这个那个什么了，直接断了。好，我们看看实战吧。实战这个时候，黑棋作为黑棋来说，他可能觉得形势不太好。他在走什么？黑棋是。黑棋是这个地方先没动，他是走的这个，这边靠了一下，先动手，靠了一下，然后是贴这个，这个有断啊，有断，白棋把这个补了，补这个，目前来说把这个就。黑棋的眼位要小心，他搬这个是先手，这地方有断是吧？所以呢，白棋补，而这就算联络了，因为刺完粘上，这个都是联络的形状，断不了是吧？这个是连着的这样的话，黑棋要小心，为什么呢？我白棋这个先手，这里有断，这中间呢也有各种的味道，是不是啊？这个棋其实黑棋也薄，现在呢黑棋呢，他要以攻为守，他走的这个，好断啊，对，
正常说都是要搬了，自身要活，对对对对对，自身要活，因为你要活棋啊，你这么活。嗯，但是呢他不肯啊，因为这样的话他觉得空不够啊，是吧，这样他觉得不满意了就。嗯，所以呢他来一个尝一个，尝在这里。对白棋发起最后的冲击。这个他要拼一下，要拼了。是，嗯，要拼一下。嗯，白棋是搬。那黑棋是搬这个。嗯，对。白棋是粘上。对。嗯，是这样。嗯，然后飞这个白棋猴，这个是吧。嗯，这样的话这个角呢实际上是被白棋吃着了，你原来你点三三被白棋吃着，黑棋走到什么呢，黑棋算是加强了这几个，加强了这个。嗯，如果我把这个时候啊点这个三三，假如点这个三三，嗯，白棋这个是绝对先手，这个为什么呢，你不走的话这一冲你就垮了，哦，是不是，是这个冲黑棋还得粘上。 哎对，你只能是走这个。嗯，只能走这个。哎，然后呢他在这一断，嗯，这个要进来，有一个小尾巴掉了，哎，这个他受不了这一下，是吧。嗯，所以呢黑棋这个时候他把这个还得补一下，叫吃，把补了，是吧，是，然后白棋把这个角给拿住。嗯，实战就是这么下的，然后黑棋把这个长出来收这个官，不能被他扳住也很大呀。嗯，然后呢他把这个拖，很马上就把它收掉，收掉粘住，对，然后白棋收气，这个气呢是明显白棋多，是吧，粘了一下，立这个。为什么要立，如果你白黑棋或者走在哪里，嗯，哎，他这个有个加，一个有个加，加黑棋，嗯，如果立立，哎，不说我这个点吧，嗯，这个点是最，已经出棋了，最常见的吧，是吧，哎，还有可能这个，是吧，味道很多，味道很差，对，这样味道很差，不知道怎么硬了，是，嗯，这个时候走什么呢，嗯，这时候黑棋立了一个，补了一手，这个没有，该白棋，白棋要补那边的吧，白棋是选择，白棋呢小飞，小飞，小飞这个形状，这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优势的态度，嗯，优势，哎，啊，回去断一下，啊，这个要找头绪，断一个，你要看走什么，你要走这个呢，我都打一个呢，这个地方有一些利用，他来了一个很，直接退一个，很稳当，嗯，嗯，回去这边是冲，冲，这个应该不怕啊，战胜，哦，先手，嗯，先手。先手，先手，打一个先手吗？还打一个，这个可能都飞一个，嗯，收官，嗯，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那个什么，是官子棋了啊。现在白棋如果收官的话，应该是白棋还是可以的，嗯，但是白棋他中间他又来了，他是走的这个。他这个经过计算又这个什么了，他如果走这个他是还想在这儿捣鼓点什么，他觉得这里有点棋，是，作为黑方来说左上角一直是很头疼的一个存在，他觉得这样还有各种的利用，对，白棋时不时的就来两下，所以黑棋立了，被他尖，这个脚上很讨厌啊，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对，然后黑棋是点一个他立一个，哦，再往立拐啊，他就往里挡，是吧，对，然后再挤进去，哎呀，杀我这一块，实战就这么来的，是，他是尖一个，这顾子豪老是弄得他，我这黑棋有点难过，嗯，再放放气，再放一下气，通常是挡一个啊，他是挤的，是吧，
对，挤着气，他就紧，反正总是要紧气。他白棋走这个，直接的收气，是吧？是这样走的。嗯，这边先爬了一下。我爬了一下，这他先手。对。对。然后再打个粘上。嗯。这个有点讨厌，有点讨厌。为什么呢？如果你直接走，比如说这样收气，让他能够这样收气，因为你要这么收的话，他能够这样粘着气，你这个里面他能提掉，能延一气，你点的话这不行，得吃是吧？哎呦，这个棋黑棋危险了。实战是这样，实战他走什么？他走这个，白棋走这个。嗯，这个棋啊，黑棋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走这个，他走这个，紧着气，这要打。你走这个，他走这个也可以，就完了。这要进去，所以呢，这个棋下到这个时候，他实战走在这个吧？对，收气。走这个，黑棋麻烦了。哦，这个时候发现黑棋已经不行了，没气了。对，你走这个不行啊，这个虽然这个他我能够自粘一个，嗯，自粘一个，这要进去啊，这个。扑了能提，这样白棋就认输了。黑棋就认输了，说他粘了一个，就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姜文杰认输了。姜文杰认输了、哦。这个棋啊，应该是白棋从那个布局开始，就便宜了，下得很有自信，到最后这个地方一直是搞出一个味道很差，但是边走补了一手还出棋。嗯，他等于自身补了一手，到最后还是被他出棋了。嗯，可能补一手啊，是肯定能够给他补干净的。但是呢，这个也没太补的方向，可能也没补好。这手棋补的也挺狠的，补在这儿，连官子在吃棋都要求拿下。对对对、啊，但是里边的味道确实一直都很差，也没补好，最后居然出棋了。嗯、是啊，但是不出棋，就算是黑棋把白棋净杀，这个棋也是白棋好。也是白棋好。嗯，那么这盘棋最后是辜子豪主将呢，就先胜一局，就把这个姜维杰赢了。那么他这个队呢，就有占得先机了，是拿下了关键的一分。嗯、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为您带来冠亚军之战的另外一场比赛。好的，一会儿见。待会儿见。嗯。